好，尿布不只是尿布。那么过去呢，亲朋好友这个生孩子的时候呢，按照台湾人的习俗是送金子。不过现在呢，这个金价太贵了，送不起。现在送什么呢？大家就想到了这个尿布很实用。而有些人发挥了创意，把尿布呢，把它做成了非常可爱的蛋糕，又实用又可爱。在蜜月的送礼市场当中，业绩也成长了50%多。传统送尿布都是用这种很古板的方式，双手一提。不过现在又有新的花样。但现在呢，又出现了像这样的超卡哇伊的尿布蛋糕，三层一个，成了蜜月送礼的新选择。粉红色、水蓝色，别看这雪白蛋糕，其实都是一片片尿布拼叠而成。先卷基底，再把尿布往外拼，绑上可爱缎带，加个超 Q 小熊，就成了受欢迎的尿布蛋糕。价格500到2000元，客制化定制，一个就要费时2到3个钟头。碰上今年龙年，也让订单一个月就有30到50张，业绩也成长了50%。其实尿布蛋糕在欧美是很早以前就已经是蛮受欢迎的一个蜜月的礼物。前我最好的朋友生 baby， 然后那时候就想说要送给他一个比较特别的礼物。这样，以往大家送金送银作为宝宝礼物，现在却成了尿布变成卖场排行榜第一名。就因为预算低又实用，亲朋好友都会买来当伴手礼。第二名则是童装服饰，接着才是昂贵的黄金饰品以及婴儿用品。尿布是做成一个很漂亮的蛋糕的形式，这样子的话你会不会去选择？可以，这样可以接受吗？应该还可以吧。蜜月送礼商机大，随着景气也牵动蜜月送礼市场，从纪念价值高的金饰到现在尿布、衣服、奶瓶，展现诚意，重点是实用而且秀个短袜。中央新闻张凯亮，台北采访报道。